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头发再生的故事嘅。咁都市人日日都要洗头啦，咁头发有冇做一个头皮的护理呢？好多人都会缺乏咗呢个头皮护理，咁导致咩咧？生头疮啦，或者发炎啦，跟住咧就甩头发，咁令到咧就脱发嘅问题出现啦。今日呢一个咧就系产品就系 La Pure， 第一次同大家咧就系讲系头发嘅护理啦。佢见到个洗完头之后，尤其是男士嚟讲咧。就是令到咧水分流失，咁容易咧就系缺水啦。生疮嘅时间咧就好容易咧就系令到头发咧就系有 hair loss 嘅问题，有脱发啦。咁今次呢一个 La Pure 嘅产品咧就系针对我哋头发毛囊而设嘅。第一，佢用咗两种唔同嘅薰衣草咧嘅功效嘅，同埋唔同品种嘅薰衣草。第一种嘅薰衣草咧就可以做翻一个清洁啦，同埋好似唔使过水都可以做到清洁嘅功能。第二个咧就系佢可以減少頭瘡同埋發炎嘅情況嘅，咁就係做翻舒緩嘅。第二，佢加入咗呢個納木果成分啦，納木果嘅成分咧又叫做奇蹟樹啊，佢可以激活髮囊咧，令到頭髮再生，同埋可以補水修復，就好似我哋咧洗完面之後咧就搽面霜一樣。而且 La Pure 呢一個咧髮生啦 ，Ava Hair。非常之清爽，適合咧香港咧嘅呢個炎熱嘅天氣咧使用，無論係乾頭髮啦、濕頭髮咧都可以用到嘅。譬如洗完頭嘅時間咧，我哋擠大概咧5毫子嘅份量，就好似按摩貓嘅動作咁。記住就唔好用指甲，用呢個指尖嘅時候咧就係按摩，咁按1至2分鐘咧，你好快就會見到頭髮咧再生嘅情況，同埋非常之濃密同埋健康嘅。